大天使麦可信息，关于地球与人类近况，传导 Rana Herman Vesan， 翻译 Amber， 于2021年6月1日。我是大天使麦可，问候你们，亲爱的大师们，请允许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简要概述人类和地球的现状。想象一下，你正从地球上空伟大的光明之城之一，用我们的视觉能力观察你的星球。我们看到了最伟大和最微小的固体形式及结构，但我们也看到并感觉到了地球上每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辐射出的振动模式和颜色。我们不断地观察和监测地球、海洋、大气和地球晶场中不断变化的模式，以及你们太阳和自然元素的活动。我们看到，无论大小，都开始散发出第五维度意识圆形平面和水瓶座时代新神圣蓝图的更明亮、和谐的色彩和震动。这些地方开始牢固地锚定来自光的天体之城的爱斜线光的礼物，最终将成为未来的圣地。当你与你的灵魂家族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重申你对完成神圣使命的承诺时，我们会看到一个美丽的光柱倾泻而出，充满你的光之金字塔以及你的个人金字塔，然后与离你最近的光之城。如果你能看到光的宏伟几何图案开始流入你个人的光金字塔，当你活化将这个宏伟的礼物锚定在你自己内在的涓滴过程，其余的流入地球的核心，然后取出你的太阳能量中心正面和背面，这种稀有的能量灌注在你周围，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空间。它逐渐以越来越大的同心圆辐射，最终与其他承载圣光者的兼容能量连接。随着灵性之光开始创造越来越多的对比振动模式，黑暗和阴影界变得更加明显。我们看到混乱的、充满仇恨的能量的漩涡，因为它创造了死亡和毁灭的漩涡。正如金刚丸光粒子，被你爱的意图激活，发出喜悦、和平、丰盛与和谐互动的振动模式，黑暗缺乏灵性之光的主要部分，创造并辐射出痛苦、苦难、恐惧和破坏。在这个史诗般的变革时期，地球上正在上演一场伟大的戏剧。你必须记住，无辜的人和不那么无辜的人都在更高的意识水平上达成协议，成为这场混乱的进化之战的参与者和转型。抵制变化和害怕未知是你基本人性的一部分，直到你顺利成为开明的灵性斜线人类，从更高的优势和非判断性的角度看待事件。为了帮助你减轻因失去心爱之人而造成的痛苦和悲伤，请知道他们身体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他们沐浴在他们的灵魂家族以及更高领域中许多奇妙天使和光之存有的爱和奉献的光之下。他们的死没有白费，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将返回，充分授权帮助创造和享受未来的新和平、繁荣和团结意识。通过你的思想和心灵的增强能力，记住他们并向他们发送爱，然后静静地坐着，因为他们将爱和快乐辐射回你。你可能无法看到他们，但他们永远不会迷失。每个国家最好的和最坏的都被带到了聚光灯下，以便世界上所有公民都能看到谬论、短视和欺骗，或者他们领导人的智慧、真理和正直。当你，圣光者，变得专注、积极和足够聪明时，你会要求并坚持为所有人的最高和最大利益服务的领导者。你将赋予不惧怕反对民意以进行激烈、公平和急需的变革的领导者，以及受圣灵启发并致力于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平等、和平与繁荣的领导者。
请记住，当你注入灵性之光时，它会影响你周围的一切和每个人。随着你的光芒增长和扩展，你会吸引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进入你的意识领域。觉醒的灵性号角越来越响亮，它在整个土地上回荡到地球上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以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光没有最爱，它将注入和祝福任何接受它的转化、振奋能量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人或任何事物。你还必须意识到，一些亲爱的灵魂将无法站在你光的光环中，因为它太不舒服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会试图让你离开中心并重新建立现状，或者保持过去的状态，无论多么混乱或令人不满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作为精炼造物主之光的转换器和转换器，在努力将越来越多精炼的创造之光融入和辐射到世界时，要保持专注和坚定。周围很多人会疑惑，问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再愿意参与那些老戏骨和低频娱乐的游戏了。随着你在通往自我掌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人的能量和行为对你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正如我们经常告诉你的，首先你必须以身作则，通过你的意图和行动，最后通过在适当的时候提供的智慧言语。但是，如果你周围的人不愿意通过观察或倾听你提供爱心建议和道义上的支持来学习以更积极、更和谐的方式行动和反应，那么重要的是你以公正观察者的立场，退出他们正在创造和假设的戏剧。寻求智慧和自我转化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反应中学习，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灵性的角度来看，负面事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了解哪种行动会带来最积极的结果。你的高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考验你，直到你拒绝那些不符合你最佳利益的事情并验证你的真相。当你在进化的道路上前进时，你将超越你在这一生带来的占星学影响。你也被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活化、整合和使用所有三个上帝之光的品质、属性、美德和方面的全面测量，以及所有五个更高的银河光芒的奇妙品质，总共12个这各自宇宙的上帝意识之光。迄今为止，人类仅限于太阳意识的七道光线。你可以召唤任何化身、扬声大师、大天使或天体来照亮你并帮助你实现最高潜力。当你平衡和协调你的整个脉轮系统时，你将拥有更多的活力，你将向地球和人类散发更多的生命灵药。你将成为你在地球上努力创造的光之城内的光的缩影。我们还必须告诉你，伴随这些奇妙礼物而来的是一项重大责任。你必须言出必行，让所有人看到你的愿景，你必须永远分享你的爱斜线光。请允许我们为你提供一些关于如何以自我大师的身份每天生活的进一步指导。星号始终与你的最高真理保持一致。相信你的高我的鼓舞人心的推动，这通常是你对问题或情况的第一个冲动或答案。星号你对任何情况的反应，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应该被投射在爱的能量中。星号不快乐和不满总是来自于没有在你当前运作的任何意识水平上活出你的真相。你的人生教训总是以你目前的理解水平呈现给你。星号随着你逐渐掌握自我，你的课程和挑战变得更加微妙，通常不会那么戏剧化或远离中心。星号不要总是向他人表达或投射你的情绪，允许自己感受和表达你正在经历的任何情绪，
但在你自己的神圣空间内分析和解决它们。说话和分享只是为了澄清或消除误解，并始终通过爱和同情的过滤器分享你的想法。这就是大师之道。星号你必须学会像给予他人一样多的爱和热情去接受。星号你对自己的爱和尊重越多，你对他人的爱和尊重就越多。在无限星座中看到爱从你的太阳能中心辐射出来，并感觉到它以许多奇妙的方式将爱的能量磁化回你身上。星号你必须学会识别来源并处理你自己的消极思想形式。通常你的负面情绪是从你周围的人那里得到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学会将自己包围在一个金色斜线白色的光球中，在那里没有任何较小的震动可以进入并扰乱你的宁静。星号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在清除过去的古老记忆和思想形式。当这些感觉涌上心头时，请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不要声称他们，只需观察并告诉自己，这是我正在经历的愤怒，或者恐惧、沮丧、内疚或任何其他剥夺权利的情绪。想象一个炽热的光球从你的高我降临，爆发成100万颗微小的水晶钻石，在你的全身荡漾，转化和平衡内在的所有不和谐能量。根据需要经常执行此操作，星号成为这个过程的观察者，这样你就不会向你的经常发送任何负面的振动模式，因为你学会了不断地留在你的爱与力量的中心。星号关闭你的心智自动驾驶，成为你旅程和体验的指导者。收听你自己的心理电台，寻找令人振奋和赋予力量的想法、振动模式和声音。消极的批判性思维由较低的破坏性频率模式组成。如果你不喜欢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请提升你的想法并改变你的想法，以便你投射出平衡、令人振奋的想法和意图的频率模式。星号学会用你的整个大脑思考，这意味着同时使用你的线性、分析性、外向型左脑和你直觉、创造性、内向型的右脑，挖掘你的天才潜力，或储存在你大脑中的光之膜中的智慧之光包，它们与更高维度的智慧或知识的宇宙仓库相协调。亲爱的光之承载者，随着你们更多的整合更新的等离子，成为和谐的光之传播者，我们现在能够与你们互动，并通过你们创造奇妙的新事物，超出你们最大想象的奇迹将会比比皆是。我们从我们的父神、斜线母神和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之心的核心将你包围在生命之光中。我一直在附近引导和保护你。我是大天使麦克。谢谢收听。感恩祝福。